水学乖了，被 K 一次就懂得加倍奉还。三立新闻杨少杰白淑桦台北采访报道。好，垦丁的饭店是不是特别贵呢？现在有人推出了平价旅店，可以看得到海，而且价钱平易近人。欧式的白色建筑，外观看起来非常典雅。这间旅店就位于台湾最南端的垦丁，有饭店业者为了服务不同族群的游客，推出了平价旅店。饭店内部明亮宽敞，走进去两旁就是一间间的房间，还有不同的风格设计，主打温暖色系，搭配居家摆设，除了床铺还有小客厅和书桌，让人有回家的感觉。每间房间都有各自的品味，走时尚简约环保风，而且在房间里打开窗帘就能看到碧海蓝天，连渔船经过也能看得一清二楚，让人沉浸在度假的氛围，更能放松心情。我们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的抛弃式的备品，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来宾需要客人需要抛弃式的备品呢，我们可以再过来索取啊，希望消费者能够与我们共同提供一起响应环保的政策。平价旅店不但有饭店的舒适，价格也平易近人，饭店业者分区行销，又在竞争激烈的度假胜地抢下一片天。三立新闻张广明屏东采访报道。我用快乐和功夫把当年的武器变成是